人家射雷机跑去啊，射雷机跑去中路啊，看看能不能救到他。几率似乎有一点低啊，是和谐的助攻。然后先收一个 Captain。啊，接下来就是收头秀了，看飞爱收吧。飞爱先揍他一拳，被揍死了。啊，伊德瑞尔应该是要逃走了。